这个被定起来了怎么办？有碰到打不开的箱子吗？没有啊，都能开。你拿手开开。哎，哎呀呀呀呀！啊！他怎么老往我这边来了？怎么办，宇哲哥？他老往我这边来。我什么呀？完了完了！哎呀呀呀呀！我们是不是他慌得好厉害？大爷，我不行了！你快往前往前爬啊！你快往前走啊！那个时候管不了太多了，他是女老鬼，说什么都要保护他。那个手给我。可是这个箱子没打开。我来吧。啊，你小心！他扯你脚。过吧。你 OK 吗？可以。宇哲哥，我等你拿完，我们再一起走，好不好？嗯。等一下，我帮你拿着这个。有没有？啊，好恶心啊！我们先过去吧，把现有的东西都放下先。佑明，你刚刚那个拿了吗？那个没打不开。打不开是吧？宇哲你好。Hello。喂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服务的吗？你现在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通话吧？记得，我是要保护微微，他是老鬼。保护老鬼啊，那是我的任务。啊，就是那个姐姐呀。其实，大家都以为我是老鬼，但是宇哲哥才是真正的老鬼。接下来，如果他遇到危险，你准备怎么办？我不晓得另外两个男生知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但是我会首先保护他。我可以选择牺牲。我有降龙十八掌。如果你牺牲自己，也救不了他。在剩下的两位男生中，你愿意推谁出去？因为佑明在刚刚的那个铁链的道的那里，宇哲跟我们俩是老朋友老伙伴嘛，我觉得我们配合的还挺好的，我觉得我们俩有一定的默契。必须要选一个的话，如果必要牺牲一个的话，留佑明。走。那接下来如果身陷危险，有没有考虑过牺牲的一个顺序？都以为我是老鬼，所以我不能够先牺牲，我一定是其他三个人里面最后一个，要不然大家可能就以为我们失败了任务，所以我觉得麦琪第一个吧。嘿，过来。 OK， 过来，过来。鬼鬼祟祟干什么呢？我们只是来这里工作的，我们有工作证。 我们是新来的。新来的，对。哎，你有点像通缉令上的那个老鬼。他们拿着个女人像，说像不像？站好了，把你们的工牌都拿出来给我。我们都是一伙的。对，我们是一起工作的。唐安坤，工号是多少？来给我。19793，普利。哎，这是普还是波啊？普波。哎，到。工号698452，这个。啊，我叫什么名字？哎。这个字不是庚吧？庚啊，是不是鱼？哦，对不对？唐鱼庚。对，唐鱼庚，差点就唐庚庚，我马上被抓去枪毙了。对呀，唐鱼庚，这个是谁的？我，姓名叫什么？罗成。工号
五二四三九九。你们为什么说话吞吞吐吐？因为看到枪，我们有一点害怕，所以走吧。好，那工牌没收。注意啊，后面不是你们去的地方。安全。你会去那里干嘛？你配合一点好不好？但矿车好像很危险啊，那里。矿车那里很空旷，而且巡逻兵一直在巡逻，所以我们就躲在了沙包后面。等待机会，去矿车找线索，人不要多。我们俩去好不好？等等，等他们先走，行不行？他去哪？他去那儿干嘛呢？一队准备巡逻。要不去一个人吧？我去。别，你不能去，你太危险了，你要活着。我觉得你们得活着，不然我们叫麦琪去。可以。不能一直这么耗着我们时间的。回去沙包。这里啊。什么？地图。这什么意思呀？我知道了。这个，哪个是这个？你看，这个柜子的形状对吧？哦，嗯，你好聪明啊！把它翻过来。第一个是什么？五。五后面是什么？五八。然后呢？幺零吗？幺零幺三。幺五。OK， 然后呢？二四。哎，掉了这个！求救信号，老鬼！掉了什么？掉什么？这个。啊、哇！摩斯码表。来，我来摇一下吧。你是不是累了？来，我来摇。好。又没麻烦你啊。好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干嘛？这是发电报。对啊，这里电报啊，那个密码可以直接打出所有的英文字母。你走吧，我坐这儿，我专业发电师，谢谢你发电。累死我了，快点，我们要时间紧迫。对，我们没时间了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们还有什么线索吗？所有的。我已经尽力去吸引士兵的注意了，但是老鬼还是被他们发现了。狙击手，别动！是的，快点！得救他们！干好！别动！别动！哎呀，你在这干什么？你快跑啊！别动！我让你找完了。别动！我们的人实在是太少了，还是被他们抓住了。说，干嘛的？我们是这里的居民的，我们是新兵。你有点像那个通缉令上那个老鬼，是你吧？当时那一下我就慌了，没想到他们一下就认出老鬼了。他不是，不信你叫他做那个姿势，他不是。哎，谁？说，哎，等等，他不是，等等，这种情况。
看来是跑不了，我想我只能站出来牺牲自己才能保住老鬼。到底是谁？老鬼，是你是吧？对啊，你们真 是你们。行，带走，带走。其实接电话的时候，我都听见了。如果你牺牲自己，也救不了他，你愿意推谁出去？如果必要牺牲一个的话，留佑明保我和雨哲。我觉得麦琪第一个吧。站住！给我！哎，求你摸我！别动！我愿意站出来牺牲自己。我是老鬼，是你是吧？对啊，你们真是。你们，带走！带走！累死了，骑了一天的龙，哎，哎呀！你们见过他吗？见过他吗？有这个人吗？刚刚咋不跟我们一起呢？我一个人在那边巡，我被派到那边去了。枪呢？过来！这不是吗？站过来，站过来。枪盒里面是空的吗？他的枪呢？没枪。不是干嘛呀？都是哥们儿，站过来。哎哎哎，那个那个，我觉得他可能拿不到新箱钥匙。那怎么办？来，站好。这把枪是长官用的枪。知道是长官用的枪了，站起来。嗯。这一排。站好了，我觉得他会被枪毙。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炸我们是吧？哎，不聊这个了。哎，你们知道今天的任务吗？巡逻能有什么任务啊？哎，你们把那个信箱的钥匙放哪儿去了？他默默取得信任了是吗？好一点了，没事了是吗？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。你们知道信箱的钥匙放哪儿？你要这个东西干嘛？取信。取什么信？取我自己的信。这样啊，你站那唱首歌，我就告诉你。你们叫他唱歌。唱首歌啊，唱什么歌啊？什么歌都行。你喜欢听什么歌？行，我唱首歌。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。